同学，女同学帮助了你，你应该向她表示感谢呀。你应该脱帽鞠躬才对。好了好了，每人获得一朵小红花。谢谢刘全力，谢谢刘全和。刚才大家听到没有？给他们配音的那个声音，大家很熟悉，是来自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过去的一个小童星，现在的中国电视台的著名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小姐。哎，大家不要鼓掌，她没来，人在北京呢啊。这个，但是他给配的音啊，配的这个非常好。同桌的你同去啊，其实我们大家特想看的，就是脱帽那个环节啊，想看那个的后台，因为此处实属少儿不宜啊。你看，刚才献花的两位小朋友也谢谢你们。吞死好像也是双胞胎。双胞胎。哎呀，太好了，给双胞胎的叔叔献花，因为他们俩都有个儿子，才6岁啊。长大了以后有希望啊，看个亲戚嘛啊。接下来再请二位给大家表演一个，有请有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一看哈，我们俩孪生兄弟双胞胎，我是哥哥刘全和，我是弟弟刘全力，我们俩是第3次来到咱们奥克兰啊。真的，我觉得老朋友了。有人走一大，哎呀，你们俩又过来了，是不是来太多了？我觉得我没有的啊。特别高兴，这个节目是我们俩去年刚刚创作的一个新节目，我觉得来到咱们奥克兰必须把特别好的节目奉献给我们华人华侨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觉得好不好。好，谢谢。再给大家表演。